大家好，今日一齐做蔓越莓橙面包。所有材料喺以下揾得到。首先落水、橙汁、橙子果酱、溶咗嘅牛油、奶粉、糖同埋盐，然后加入高筋粉。加埋酵母，大家可以用面包机或者直立式搅拌器，大约搅20分钟。搅完20分钟就可以加入蔓越莓 cranberry 啦，再搅5分钟，然后放喺入边休息一个钟。一个钟之后拿去出嚟，放喺台上面，将佢压平，然后分为三份，将每一嚿都碌平，然后卷起。然后放入已经抹咗油嘅面包烤盘入边，然后再做第二个。第三个。然后冚上布，再发酵45分钟。咁就焗得啦。焗完之后拿去出嚟，留喺烤盘入边15分钟，之后拎出嚟完全冷却，冻晒之后就可以切啦。睇下几靓，咁就做好蔓越莓橙面包啦。